经过了我们手按到快抽筋，目前连第二音阶都还没有达到，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了。有没有点进来你就哎呦喂啊，哦，大干爹啊，这什么垃圾造型都过气了啦。来来来，怒抽一波造型，妖语秘文，有几率直接获得 Tulin。哎呦，这什么回程？回程特效？七天？看才七天，那么烂，点券花不完啊，九万点券怎么按都不会心痛啊？那、啊、怎么又是这个？这刚不是有了吗？这什么击杀？印花击杀？79点雷，好啦好啦，保底快点啦，受不了了啦，一颗魔法水晶啊，再来，进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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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怕排位，进点，我丢了丢了丢，哦，直接获得，我、哦、要解除三个猫印才有，五个猫印哦，要五个猫印哦，靠腰那也太贵了吧，根本就保底游戏啊，这一定保底的、啊，怎么抽都保底啊！敢不敢直接获得239？敢不敢直接获得？敢不敢？不敢的 啊， 啊！算了，要不是因为你是猫猫，我绝对不会抽这个造型，好吗？要不是因为我热爱猫猫，怎么可能按到底？所以说我们九万点券，但我们也还是要省着花、啊。猫从来就是狩猎者。很可爱的罗次元突破，来来突破突破！活动教学，挑战者可在一进活动时进行首次演奏，每次24小时可以免费演奏一次。累积能量的时候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奖励。玩家可选下方按钮进行抽奖，花费50点券抽一次，450点抽10次，几率获得音阶罗次元突破限定造型或其他奖励。来，先抽个折扣，首次演奏一次折扣，跟首次演奏问号字折扣。Tulin。大力拿嘛，演奏十次59%而已，好少、喔。啊，先免费一次啦，免费。来，各位，88343，一刀360，一刀给丢嘞。好，没中。哦，中一次喽，他写大声声。大声是怎样啊？哦，他抽中会很大声啊，很小声就是没有啊。经过了我们手按到快抽筋，目前连第二音阶都还没有达到，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了。哦，你已触发暴击优惠，下次必定暴击并可获得音阶。哎呦！有没有轰？突然爆音很大声，轰这样，那这大声怎么了？因为毕竟你这种游戏不用月费啊，所以你算下来其实还好啊。啊，你不要求真，你如果不想要，你就不要拿啦。我会看角色的实用度啦。像假设说齁，今天你就不常出罗尔的人，啊，你抽这个罗尔造型，你就是想要自己爽，或者是你想要看着罗尔靠靠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干嘛抽罗尔？因为你平常用不到，你干嘛抽罗尔的造型？我们是因为开台又常常接触传说，这种钱我们就一定得花。不然你说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不一定会去抽这个东西啊。很多造型我其实也都没抽啊。那这是上次鬼灭啊，因为我蛮喜欢鬼灭的。那鬼灭那时候我就有涂那个点券，不要再给我魔法水晶的啦，快受不了了啦！给我魔法水晶，他妈水晶到底在大声什么啦？水晶就水晶，大声什么？次元的都很贵啦，那你就看你个人啦。如果你用不太到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抽？你随便抓一个游戏，随便抓个 SLG 的游戏，都做的那么更色的那种，奶子在那边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那种。你知道那种游戏，你花费比这个根本没得比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要去抽那东西，对不对？靠腰哦，又是魔法水晶，那种游戏的花费都比这个高到不知道哪里去。你随便玩个 RPG 游戏也好，也比这个高不到哪里去。你随便比较下来，你就会发觉这些花费根本就还好。是要抽多久啦？请问，就差一个而已，你要多久？正在玩我，欸，我点券越来越母汤了，欸，剩6万多欸。
哦，中了！我们花多少？我们花多少？我们花了20000呢、欸，20610呢、欸，五单呢、欸。如果次元造型要抽五单呢、欸，其实算蛮贵的哎、欸。真的有这么香吗？呜呼呼！我跟你讲啊，先改头像了啦，然后这个英雄呢，直接换法师罗尔造型，次元突破。有没有点进来你就哎呦喂啊，哦，大干爹啊，那什么垃圾造型都过气了啦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这造型可以，值得，这个画面你可以用很久，但是要抽之前呢，你那个荷包先自己算一下。